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欢迎回来 LSPDFR。我们今天来这个北洋克顿巡逻看看。那这个北洋克顿的环境呢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才对，因为相信每一个买 GTA 5的玩家们，第一个看到场景就是北洋克顿的银行嘛，然后出来就是北洋克顿了啊。那我们今天试试看，在这个地方巡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吧啊。那一开始这个地方，这边哦，这里就是一开始北洋克顿银行吧。他们一开始那个 Michael 和 Trevor 他们就在这边抢银行，对不对？不过现在是因为地图他这个好像没办法进去了，所以我就不进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去这个市区看看，今天北洋克顿会不会有案子发生啊？测试一下警察模组啊，来试试看吧。那在这个开始巡逻之前，我想要先来这个桥下找一下，听说在北洋克顿的彩蛋，应该蛮多观众都知道了，不过我比较少看到了，我想要亲眼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先下车看看啊！我们看完这个彩蛋，再来开始巡逻。这个彩蛋是不是在这边啊？等一下，下坡会不会跌倒？在哪一带？我找一下，好像在这边吧？我记得在这一带啊。哎，我看一下啊，是在这边吗？阿林。好，算了啊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。今天真的是有点，可能是神志有点不清楚啊，不知道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，当作没有看到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今天开始巡逻吧。那我们今天用的警车就是北洋克顿它本身的巡逻车啊，大家应该很少看到才对，因为在路上是不会出现这种巡逻车的啊。来试试看，这边会有什么案子发生 ？Attention all units.好，第一个 unknown trouble， 过去看一下。In North Yankton。来来来，哎，这里怎么会有一辆运钞车挡在这边，撞到树上了？哇塞 ！OK， 我们的警察同仁们正在现场进行拆除还是什么的啊？辛苦他们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先去前面那个地方啊，亮个警笛。这边左下角是没有小地图的，所以看不太出来。OK， 从这地方转进去，啊，路上都有一些行人在这里，在教堂里面吗 ？OK， 他们车子停在这个地方。Dispatch, we have a visual. One, Adam, 12, confirm. 哇，他们穿这样子是不会冷是不是？按 Y 跟这个人讲话吗？是这位小姐吧 ？Hello。Oh, officer, thank you. You are here. He was after me. 是旁边。嗯，哎呀 ，The ghost. He was after me. 他说他遇到鬼了。Please help me. 哎，所以他是 OK， 这有点像是精神病患，是不是？小姐，天气这么冷，你穿成这个样子，你真的是精神病患吧？好吧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叫个什么救护车来接他送回？精神病院之类，还是就不理他了？这可以不理他吗？好像不能不理他哎，好吧，我们叫他回家好了。可不可以直接无线电结束 call out 啊？这个来乱的呀。OK， 他直接走掉，他自己走掉了。他只要不要危害出，他不要危害我们的社会就可以了啊。他自己走掉吧。真的是，这种天冷的天气还遇到这种神经病，傻眼。好，下一个案子。Attention all units, citizens. Confused person A. 糟糕了，该不会是因为北洋克顿地图有点 bug， 所以他案件都会生成在这个地方吧？哇，不是吧？不是这样吧？又是这个地点，好奇怪哦。OK， 我看到一个怪老头在前方，他要走进去墓园里面了。OK， 他现在身上拿着武器。他好像有点怪怪的，我们叫他停下来。SAHP, hold it right there, dumbass. 叫他停下来，哎、欸，不理我哎、欸。这位老头，不要拿着枪在路上乱晃，有点恐怖，好不好？这家伙枪是拿来这个防卫的啊。
来抓起来，抓起来，抓起來！哎、欸，这样我按运输单位会来吗？我真的很好奇耶，试试看。反正今天的案件很有可能都会生在这一带了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试试看。我们等一下不要一直接案件，我们等一下去跑一下北洋科顿地图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他可能就会一直出生在这一带，有点麻烦就是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这个运输单位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一直不会来耶。那看来是北洋科顿这边真的是没办法。哇，这个积水有点重，积雪非常的严重，轮胎一直有点打滑的状态。哦，雪地有点难开车啊。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这个车子是有点像是有带雪链的，已经很好，算很好开了。来，我们来这个市区看一下啊，北洋科顿里面的人到底都在干嘛？这边是怎样？路上还有人在走哎、欸，他们穿的好清凉哦，有点不太符合现在的天气状况。哦，这个是怎样？我来看一下这个人在干嘛。Game over, gear 什么东西 ？Grab my nuts。这个家伙是怎么有点奇怪，还开着这台奇怪的车子？哇靠！他们这个这是怎样啊？这个回他一拳，嘿。完全没有反应啊！完全没有反应啊！好，继续乱走。哇，旁边这还不是那个吗 ？ZB700 吗？停着一堆奇怪的车子。好，我们再往前看一下，这有点像是他们的一个街区，是不是？北洋科顿到底有多大？哎呦，啊 ！What the hell？ 我的警灯怎么一个撞一下就？我的警灯，我的警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我把我的警灯弄回来了。这个警灯，那个警灯就让它在那边吗？这警灯怎么有点奇怪啊？为什么是长得这样子？搞得我很像玩具车一样。前面就过不去啦，前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屏障。那再来旁边呢？旁边可以走吗？这边呢 ？OK， 这里面也进不去。北洋克顿基本上都好像一直都进不太去。Stolen tank 在前面。你看他案子好像会一直重生在这个地方哎、欸。哦。哦，他开过去了，不是吧？这边怎么一直有一个救护车还是什么的声音啊？这位犯人表示很尴尬，他重生在这个地方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现在完全走不动，超好笑了。来吧，来吧。那今天不太能接案子嘞。今天案子他几乎都在这一带。哎、欸，杰森，电吉他，电吉他，电吉他。我们等下去前面刚刚那些有一些地标好了。今天就比较不要执行那么多任务。来来来，先停一下。哇，后面那个是什么声音啊？好奇怪哦。好，抓起来。啊，好。按下8应该是不会有运输单位过来了。我们这里也没有监狱可以把他送进去。好了，先把他带在车上吧。来，先生，坐在车上哈。你今天就坐在车上吧。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看他把他丢到哪里去。先离开这边，这边好吵。来，走过去。哎，铁轨应该不会有火车吧？好，我们带着这个犯人先离开这里。这声音有点好，有点吵杂。来，开往刚刚前面那边，这边好像有个地标哎，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哦，那个女的怎么从这么远的地方这样走过来？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场。哎，这等一下啦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土拨鼠吗？哇，超可爱哎！连它上面是写着，哇，这个车子开不动，积雪太深了。来来。今天完全是来观光旅游的 ，Luden Dorf， 这跟北洋克顿，它不是 North Yonder 吗？好像不太一样。来看一下这边，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告示牌啊 ？The Luden Dorf Braver 啊，这个有点看不到什么。In 1987年 ，was built in 1987年，所以它是在1987年就盖好在这个地方了。哇，好可爱哦，这个。哎，这个地方积雪，各位可以看到积雪非常深啊！我们这个脚的一踏下去看不到鞋子，难怪这车子开不动。而且我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听到那个前面那台警铃声，太诡异了！哇哇哇哇！这个车子需要加高才行，马力冲刺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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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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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过来，
哎呦，怎么后面一辆警车停在路上？这台是那个吗？特斯拉吗？这为什么特斯拉警车会重生在这个地方？有点不配合哎。我们都应该要重生这种雪地的警车才对。来看一下，哦，这是小丑一族啦，他是失窃嫌犯组，可他怎么看起来没死？我把他弄死。在这边，嫌犯，嫌犯，嫌犯就是你，对不对？装死，你以为其他人没看到你，我就看不到你啊？小丑一族，小丑一族，这钱袋可以捡吗？不行，可恶，想变富有都不行。监视科的在这边照相，你们到底在照哪里啊 ？OK， 这台车就卡在这上面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他就这样卡住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前方走啊，前方走。哎，这是，哦，我们的犯人还在后面。我再往前面看看，那边是什么？这边是，哦，这边是那个嘛，吹佛逃走的地方是吗 ？OK， 好像就是这里。哎，有人哦，这里有一个人哎，他坐在这边哎。来来来来，虽然今天 LSPDF 案件没办法就是很多元化，不过我还是可以做到很多元化。来来，我们查一下这个人。来，这位先生看起来很凶狠哦，有办法 check 一下他的那个吗？身份是什么吗？哎，是他吗 ？Drake Afton， 那不是他吧？来来来来，给我一下你的那个 ID 啊，真的是他呀！好了，没事了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你可以走了啊！啊，他又坐回来了，完全是扰民的这警察。不行嘞，那个声音一直在，那个警报声一直在。我们开远一点好了，这边可以开吗？哦，这边车子可能会掉地图。啊，开不动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哦，我怕会掉地图，会掉下去吗？会掉下去吗？哦哦，这个积雪，还真的可以这样开啊！好，我们绕后面绕开。我很怕掉地图掉外面去。好，我们再往回头开好了。北洋克顿好像就这么大而已，也没有到很大啦。飞过去，哇，这不行！哎，走铁轨，走铁轨，走铁轨。来试试看，来试试看，哇，超滑，超滑，超滑，完全打滑了。用倒车倒到上面去。好，这个铁轨上应该是不会有火车的啊。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，结果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通向什么地方。它前面是转弯吗？它会开到哪里去呢？哇，这个白飘飘的雪地，原本我这张要在圣诞节做的，只是拖太久，一直忘记要做，然后想要趁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我赶快把它做一做。哦，这前面就是会掉地图啦，各位看一下。啊，对对对，轮胎现在往下倾了。哎，这地图就穿出去了，这边就是界限了，就不能再过去了。好，我们回头。那旁边这个路可以开吗？可以耶，穿过去，穿过去。我应该装那个打雪战的模组，然后在路上丢 NPC 的哦。哦，前面就是那个嘛，那个刚刚我们经过的那个河。好，再看看还有什么建筑物。今天接的案子超少的，抱歉了各位，这案子就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就来逛地图就好了。哎，回到路上。哇，前面还有一个水沟。这边又是什么建筑物啊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应该是一般的谷仓啦。哇，只是谷仓在这种雪白色的天气看起来真的有点别有风味啊。前面呢？前面那又是什么？前面好像也是像谷仓一样。这边的建筑设计有点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有点单调，就是很乡村那种感觉，应该也是进不去啦。看一下，还有入口吗？好像没有哦。哦，雪地漂移，雪地漂移，哇，雪地漂移，可以可以，这马力，这马力只能卡在55上不去，很尴尬，非常的尴尬。冲上去，加油加油警车。这个警车的型号是什么我不太知道，它这是原本游戏里面的，这是，而且这个警车是很早期的那种警车，因为大家知道 Michael 和崔佛第一次那抢劫是在我不知道在什么年代，反正就是很比较早期的时候，所以这个警车马力没有很大，都是比较古董的警车了。好，回到路上来旁边看一下这边。
这里可以去细骚扰案件啊？没有，他又重生在那个同样的地方。这边可以走吗？我很怕走一走掉外面去哦，现在掉去外面很难处理哦。白飘飘的雪地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好，这边就是那个啦，终点啦，再过去车子就要掉下去了。好，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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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我们再接最后一个案子好了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一集就大概给各位看一下北洋克顿执勤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他是 driving 的，哎，这是要追车吗？应该是不行。我怎么听到枪声？过去看一下，过去看一下，好像发生枪战了，前方发生枪战了。What the hell is that？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？这台车子是怎样？又在绕圈圈了。好啦，看来北洋克顿 LSPDF 啊，在这边，哎、欸，他绕出去了，他绕出去了，睡哦，终于有一点不一样的了。我怕观众这一集直接一个看腻耶。啊，终于有一个不一样，他会转出去吗？来来来，他转进死路了，各位，他现在开去死路，他开去死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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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Nice， 他撞到了，他跟我一样卡住他，卡住他，哎、欸，卡住他。到底多维啊？嘿嘿嘿，想跑，先生不好意思，前面有一个隐形的墙壁啊，多垫个几下啊，撞墙了吧？啊，再嚣张嘛你啊？怎样？为什么要逃啊？为什么要逃啊？给我起来！给我起来啦！趴下趴下趴下，我把你抓起来。啊，知道。一个转错边，他如果转左边，那还难抓。他这个转右边，哎、欸，怎么抓不起来啊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人要穿过去，哎呦呦，人又穿过去车底了啊！穿过去，穿过去。好的，抓住了啊！运输单位会来吗？好像这次不会来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台车好帅、啊！看一下这台车。哎、欸，这台车怎么看得到开不到？哇，一个隐形的墙壁在这个地方。好的，开不到。附近一直有警铃声，但是我们就是看不到运输单位了。好啦，那没办法了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好的，这没有办法了，各位，这个在北洋克顿就是这个地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哎呦，这人怎么自己复活站起来了？奇怪嘞，见鬼这是啊？这是运输单位吗 ？Hello。哎。啊，他的重生点都在那个地方就对了啊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北洋克顿的执勤呢，大概大致上就是这样。想看的观众啊，我就拍给你看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北洋克顿的巡逻就做到这边，希望你会喜欢这次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到我的 FB 粉专赞。那么就在下一章警察目睹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And always hesitating, kryptonite desires set my heart afire. Heart on fire, set my heart afire.